斯囧旺产品名，好个事倍功半。你在说怀孕之后，就是可能会比较健忘，自己有会这样吗？完全会。尤其是他新出来的这个产品呢，超高维脂，是不是囧囧的？而且 Dennis 啊，你还教错哎，是超维脂。我真的是，生完孩子之后，真的记忆力减低很多，因为你就是几乎所有的要记的事情，然后要专注力都在孩子身上。小月儿最近得了玫瑰疹，大 S 专心照顾宝贝，两天没睡好啦，连成语也用错了。想偷懒的话，保养水也还是不能缺少。只要用对化妆水，你的步骤基本上已经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事倍功半，事倍功半，事倍倍功半。在这个例子中呢，用事半功倍最恰当喽。除非你这位代言嘉宾敢嫌产品差，苹果与浪赖和丁小晴一起，野川，报道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，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。每周点阅数最高，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